曾你怀抱，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指引我，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唱歌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。你好，我来自马来西亚闪人俄州巴生，我叫润姿，姓朱，同时我也是培音六年级大姐姐了。今天我和我的朋友来表演才艺是配音。我是杰伊，姓李，我今天和我的朋友润姿配的是蜡笔小新的一个小段落，所以耐心观看吧，谢谢。用间接照明照情调哦，三二一，请看。好漂亮哦！让你的家变得……上面写什么？这个叫做间接照明哦。原来如此啊，是妈妈老师对爸爸使出的那个招数，对吧？那是关节句，哪有老师对他使出啊？这样让光线照射墙壁或天花板，用反射照亮屋内的照明方式叫做间接照明，透过各种颜色的光线组合创造出时尚的感觉。哦，我们家也能够用间接照明的话，说不定会变得一样有情调哦。可是照片上的太太比妈妈漂亮多了哦。这个人是因为光线的照明好看才会看起来像美女，是吗？我们家也试试看间接照明吧，这样应该够了吧。好了，先从这里开始装。你那边看起来怎么样啊？好帅哦，上啊。我不是叫你看电视看灯光啦，我也想装在这里，但是怎么会这么乱呢？美呀太太，都是灰尘哦，你是不是打扫的不够干净？知道了，我待会会整理的。对了，反正机会难得，小新要不要挑战看看间接照明呢？哦，可是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哎。是吗？可是做这种事会受女生欢迎哦。从哪里开始呢？要干嘛呢？帮这颗灯泡套上灯罩吧。雨伞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那个，是这种把灯泡罩起来的灯罩，从缝隙中照出来的光会出现很漂亮的影子。哦，不过这么精致的东西我们家应该很难做出来。好哦，我试着做做看。哎呦，真是太完美了。是吗？不过以我们家来说，这样应该算极限了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嘞？嘿呦，哎呦，那我就把电灯关掉咯。好。哇，没想到感觉还真不错。嘿嘿，光屁屁照明。别这么做了。